老子给共产党卖命挨枪子，他们却杀我老婆孩子，这个仇我必须得报，不能吃，站住！你和他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救他？爸爸，别离开我，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接走。可是我不认识这个人呢。那也得想想办法。我苟且偷生，就是为了等到今天。还我们一部分也行啊！我就想斩草除根，我必须马上联系到他。